是看哪个爸爸妈妈把小孩的照片拍得好奇怪。不是比赛爸爸，也不是比赛妈妈，是比赛你们把小孩。其实啊，生第一胎的时候都很爱拍照，对，对不对？生第二胎的时候，哦，这一边这个是妈妈宝宝的摄影。从事宝宝摄影多年的 Dream， 更是许多艺人爸妈替孩子留念的御用摄影师哦。好，对，那他还没有结婚，他也没有小孩，他拍的都是别人的小孩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先要恭喜一下婉菲。神奇吧，肚子已经又有了，对，好不容易，好不，你不是好的，我说的，怎么说呢？这样跟我会生气哦。我们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讲说太不可思议了，你怎么可能又怀第二胎了？对，你怀第一胎是这么难，第二胎这么容易？对，现在已经四个月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四个多月。然后我们你老公很卖力哈，非常卖力，因为我们想要生三个，所以要赶快拼。你真的要生三个？对，很好很好。很多人都说要生三个，你已经生两个，我生两个，然后已经开始有人鼓吹叫我生第三个。赶快，他两个跟三个应该没差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还是有差吧，每生一个那个经济压力就又重了一点。你每次都这样讲，你每一次都我每次都不小心啊，我都没有很努力，我都随便弄一弄就有了。阿妹要不要再生？本来也是想说就生两个就好，但是经过。跟朋友讨论之后，我们决定要往四个迈进。哎，不要吹牛了，现在真的真的真的，只有一个你在。我们俩有共识，我们俩有共识的，真的真的。共识不一样，这要肚子大起来才一样。哎呦，我会加油。对，是不是？共识那这是说说的，你呢？我原本想生两个，结果生完之后就没有想再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，我太爱他，我没有办法把心放给另外一个。哎，可是你不会觉得说他一个人会很孤单？对对，有想过这个问题啊。可是我看我女儿好像也还好，因为我们家又有狗，然后又等一下，你不能让狗当他妹妹或弟弟来。我必须说啊，我有朋友生到第二个，第一个照片好多，第二个照片好少。嗯，通常都会啊，正常。通常就正常呢。第一个拍累的，真的吗？第一个拍累的是不是？而且一定会偏心啊，因为你生第二个是为了要老大要有伴，所以你还是偏老大。我们问已经生过两个的黄灯辉，啊是是是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开始的想法会，你为了第一个才去生第二个，可是你第二个一生出来，你的想法又变。真的，因为他人都会同情弱势，你懂吗？人都会同情比较没，就是你两个人在打架，你会去帮那个被打的那个人，你不会去帮打人的去打那个人。所以你第二个小孩生出来，他很可怜，不常被欺负，久而久之呢，你就会开始支持那个小的，叫大的不要这么顽皮，这样子。真的吗？我个人是这样子。你个人是这样，你在家的时间不多哈。对。说起来生第一个真的。我们从他第一张照片好了，第一张照片应该是超音波照片，对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小孩第一张照片就是超音波照片，你看的时候是什么表情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那个形状还不大像个人，然后真的第二次看的时候就很清楚了，对，我就很淡然。你有感动吗？很感动。我没有叫你拿给我们看。自己还带过来。他有点太主动了。你超多张呢。超多张，那么多张，干嘛拍？这个也要拍那么多张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要收集。对啊，要收集。你请我哈，然后就真的每一张都有哎。哇，真的也拍太多了吧？你是不是也拍太多？这个照片要，可是到一个。境界就已经看不出个所以然了，就太大的时候你就只能就局部，对啊，就不可能。没有，他还自己讲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我，谁看得出来？医生会说，哎，这个鼻子很挺啊，很像爸爸这样子。哦，他说啊，他对每一个都这么讲。对啊，真的吗？是的，所以你第一个看到有没有很激动？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真的看到一个人形的样子，很感动，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对，没有想到说一个小生命，哎，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慢慢产生。哇，阿 Ben 要收心了哈。今年你呢？
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说会落泪啊，或什么，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是找不到，你知道我要在哪里呀、啊？然后就哦，就那个点哦，一个点，就这样哦，然后哦好，然后就没有感觉，然后可是我唯一有感，第一次有感觉是听到他的那个心跳声，心跳声，就火车的声音，咻咻咻咻，我就这么快啊，很快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好神奇哦，然后。哎，你有经验吗？更快呢，对啊，这个还猛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哇，就是第一次觉得说我的身体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，对，觉得很神奇。那我觉得婉菲应该很激动，因为我也觉得想好久。对，我跟郑红两个就是很激动，然后是喜极而泣。嗯，对，因为我去照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然后已经有心跳了，所以一看到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心跳的那个照片。然后就呼出呼出呼出，我们就想说，终于，因为我们以为是死的，因为呢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悲观？不是因为我一直在流血嘛，所以我的朋友因为他怀的也不容易啊。对，然后我一直在流血，然后而且我是有来月经啊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我有来月经怎么还会怀孕呢？然后后来我不是月经，不是月经，是他就是番茄酱流血，他就是。医生就说那个，因为他要着床，所以就是会流血。OK。然后那流的也蛮多的。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，我朋友说那有可能是子宫外孕哦，你要去看一下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怀验孕的时候，有知道有怀孕的时候，我还跟公讲说完蛋了，我怀孕了。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整夜没有睡，就觉得一定是子宫外孕。然后到了医院的时候，我们就跟医生讲说，他有安全吗？他在里面吗？然后医生就说，对，他很安全，在里面，而且是活的。然后医生想，你们为什么觉得他在外面？对不对？因为一直流血啊。然后我就问医生说，那为什么会流血？然后所以你这一次都很 OK， 这次都没有流血，对。哇，月子可能有做好，你可以生三个哈。有，对，我想身体应该越来越好，所以可以生多点个，越生越健康。对，身体越生越健康。那薇，你第一次看到你心里是想什么？我也很激动啊，糟糕，很激动，然后心里面只有一句话：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？是真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想要结婚，也没有想要生小孩。对呀，我就在想，你一定没有想要结婚。你老婆没来哦？我老婆有来啊。然后我看着那一张照片哦，我其实我是。很紧张，然后不知道是不知所措，然后在想我要不要认哈，没有想到要不要认，我甚至有一度闪过那个念头是要不要留，有一度我都讲实话，对，但是很不应该，那后来还好没有做错误的选择，因为太可爱了，嗯，就你没有到达一定的位置，你不知道你自己会是怎样去做接下来的事情，嗯，所以啊，其实啊，这个小孩子第一张照片是这个嘛。到生下来，其实每一个爸妈都很好玩，都拍他们刚生出来的照片。你看，好像我，好像爸爸。我真的要告诉各位，真的刚生出来那几天，谁都不想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要强迫我们说像不像我，真的。你看他多像我，或多像爸爸，我的妈呀，我都看不出来，我长得小孩都一样吗？眼睛也没睁开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你们就那个时候开始拍，对不对？那个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因为现在拍照很方便嘛。那我们现在要找以前我们小时候的照片，嗯，问爸爸妈妈，哎，都说没有了，不见了。搬家搬了好几次，搬就不见了。那就想说帮他留记录，这样。你爸妈对你可能不怎么样。你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。我老二。你老二对，应该照片都有。哇，你看。哦，对，就是在月子中心的时候。你是要做他的新生是不是？或者对对对，记点，帮他做 OS。他还把他带来。对，我把他带。就留做好多哦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？我看他的表情，然后用他的表情。强迫他这么想，没有啊？你看。超多张脸，哇！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形状都有。Happy birthday， 你自己写给自己啊？哦，没有，字是小北写的，拍照片是我拍的。哦，字是他，我是摄影师，他是副导，对。好 sweet， 对不对？都会写一些。在月子中心里面没事做，然后就会把那个月子。什么叫没事做？没事做。没有男生呐，男生没事做。真的写的是你对啊，老婆写的，那他也没事做，在月子中心就是养生嘛，是不是？
新手妈妈超紧张，坐月子大出糗。你在月子中心有宿舍吗？我觉得我简直是个渔夫哎！听太多人就是以前就说啊，不能吹风，不能洗澡，不能什么，不敢洗头两个礼拜左右，然后我就身上都长了一点点东西哦，我连电视都不敢看哎。你是现在什么时代？那时候眼睛会坏掉，牙齿会掉，什么一堆的。你还跟我妈是同一个。是做吗？没有，而且我觉得我简直是个渔夫哎！对，因为你要听太多人，就是以前就说啊，不能吹风，不能洗澡，不能什么。然后我，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说，其实可以开冷气，因为冷气其实空调是平均的，只是不要吹太冷，所以我完全都没有开冷气，热到半死，然后也不敢洗澡，不敢洗头，两个礼拜左右，然后我就身上都长了一点点东西哦。然后就之后我就去问护士说这是什么，他说妈妈你是没有洗澡，我说嗯。我说拜托你洗了，这样我就觉得我实在太丢脸了，我连电视都不敢看哎。你是现在什么时代？我妈，他说眼睛会坏掉，牙齿会掉，你太乖了啦！我老婆那个生完之后就会吃宵夜，我还拖她出去看电影呢。对，你们是这个年代了，我们那个年代我都会劝我妈妈说不要讲。我妈说，我以前我生你的时候，我说那是那个年代，所以我就说我真的渔夫啊。对，你还跟我妈是同一个年代，真是了不起嘞，真的。婉菲有乖乖坐月子吗？我有，但是我没有住在月子中心，我是因为在温哥华生，所以我自己爸爸妈妈坐月子，公婆帮我坐月子，然后小孩自己带。所以我那时候剖腹啊，然后还要跟根红两个人半夜起来喂奶，然后就是我都躺在那里不能动，所以都是根红一整个月都是根红帮小孩洗澡，然后帮小孩喂牛奶这样，然后换尿布，应该的，对对不对？我前三个月也没洗过澡，帮我小孩都是我先生洗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不敢洗啊，我觉得好软哦，我不敢摸这样。因为男生的手要怎么女人会这样子啊？我不敢洗。男生的手掌比较大，没错，医生也摸的比较素哦。对，比较对啊，因为像我抓的都是我帮白开水洗澡，都是你帮白开水洗澡。那黄灯辉呢？你不在家，你小孩就不洗澡吗？自己洗啊，他们家小孩自己洗，超厉害的。对啊，会帮忙。你会帮忙？我会在家会帮忙，然后现在女儿拿浴巾，几乎都是跟我洗。然后他们要跟，比如说阿妈说来，我帮你洗澡，他说我要跟爸爸洗，然后只要我在的话，他就会跑过来，然后就帮他洗。然后婴儿的话，真的是男生洗会比较好洗，因为女生手比较小，也比较没有力。然后婴儿慢慢变大，他会越来越重，因为他们常常手滑了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潜水。没有，真的啦。这个是谁？这是谁？我女儿啊。哇，这你帮他洗的吗？还是你帮？一路走来都是我。你在哪里？我在旁边，我在旁边遛鸟。帮他拍照。你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这是谁？这也是啊，也是啊，也是我。你做了什么让他哭了？洗头。对，因为他小朋友会有一段时间会讨厌洗头，因为他觉得水会弄到眼睛。然后后来那就是你们太粗鲁了。不是不是，他会怕，他会有压力。哎，听你这样讲起来，好像你带儿女还有点像样。我超强的嘛，但是我没有那个阿边那么细心。这是谁？对啊，这白开水，这也是我帮他洗澡的时候。对啊。因为男生的手掌比较大，他已经手上拿了一个什么苏菲，苏菲，所有婴儿的好朋友都要有，对，人手一只，人手一只，没有的话好像赶不上流行。对，就你不会，我现在不用拿，我真的不用赶这个流行。其实他是婴儿界的那种婴儿界的时尚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他洗澡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咬着苏菲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一手帮他就捂着耳朵这样子。苏菲到底是？他是长颈鹿了，固齿器，对，有长牙，牙齿痒。固齿器。你要跟小燕姐拿一只在路上。固过的牙齿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请这个摄影师来帮我们看，我们选出几张照片啊，这里头有最佳。知识奖，还有最佳勇气奖，对，因为我们要人人有奖嘛，巨星奖，对，还有最佳表情奖，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是阿边的，你们打开你自己的照片，好，白开水，你，一二三，哇，
这张是我拍的。构图还不错哈。构图不错。因为你们的枕头套。而且这个很有纪念价，纪念的意义是，这个床单呢，这张床是在美国，然后是当初我跟小可在美国求婚的时候，我们睡的这张床。然后一直到白开水。你们还认床啊？对，然后一直到白开水出生之后，然后我们大家回去美国玩的时候，就刚好他看镜头，然后就赶快趴在床上这边。然后赶快捕捉一下这个镜头，感觉好像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那种感觉。一家人在一起，而且这张床是非常有纪念性的。重点是，白开水也是在这张床上面才会有他的。哦，这个意义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张照片的意义是在。哦，这也是战场就对了。对，战场。就很浪漫的感觉。对，所以。白开水在这张床上拍这张照片，还真的蛮有意义，而且那边就是新郎新娘。新娘，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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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。第一张就这么强了，压力很大，好难哦。好，听说心莹是很爱帮女儿拍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。这个，就我的手机现在都没有我跟我老公的照片，就是我女儿，还会分类0到3个月、3到6个月、6到9个月这种分得很细。哇，好细哦。那你老公有没有我们认识1年2年照片都没有？没有嘞，就默默变成 Ann 是我 Cass 啊，好可爱呀！哎，等一下自己这样讲就要我们讲哈，要帮帮自己，好可爱。你给他吃什么？我觉得洛梨好像。哎呦，看起来不怎么好吃的感觉。好爱吃啊！好可爱，眼睛好亮哦。现在几岁？他现在1岁11个月。最好玩的时候。啊，好可爱！真的，我忍住，忍住。真的好可爱。眼睛好大。啊，女生就是很可爱。来，你打开一下你的照片。哇。鲜艳，色彩鲜艳呢。你有打光对不对？没有。自己偷修图有没有？为什么这好像光好漂亮，好饱和？这个很像那个妈妈不让我出去玩的广告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给他女儿穿的衣服，非常的像他自己的，而且不是像他平常上节目穿的，就是平常穿的衣服，对不对？这个做妈妈的很奇怪，自己很喜欢穿什么衣服，都给儿女穿什么衣服。真的，像我很喜欢骷髅头，我帮他买了3双骷髅头的鞋，然后他一双都不要穿。对，小朋友。然后我以前很讨厌 Hello Kitty 哦，然后我现在他蛮喜欢的，他蛮慢慢越看他蛮顺眼的，嗯，真的蛮可爱。我们坐到 Hello Kitty 飞机的时候，好高兴哦。真的，我现在什么对都觉得蛮可爱的。这张真的色彩好舒服，很漂亮。你的机器是什么机器？怎么拍的？微单眼，对对，它可以，可是它就是像小相机这么小。我的是用手机拍。手机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色调还是不太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婉菲的这张照片，这个有孕在身的妈妈哈。哇！哎呦，颇有。拍吧。这什么椅子啊？这你们家的椅子吗？这是你们去拍？这个我们去侧拍的。不是不是，这是我们去录旅游节目的时候，因为他都跟着去，因为我们自己带小孩，所以小孩我们去哪他就去哪这样，所以那我们就去介绍这个餐厅，然后刚好这个颜色椅子很鲜艳很漂亮，我们就让他坐在上面，所以他就在那边当招财猫嘛。那因为这椅子，我觉得这椅子加分很多啊，因为这椅子是马卡龙系列的，颜色很可爱，所以颜色就刚好很跳，很对比这样。哇，对，然后这个摄影，这个蛮专业的吗？这个机器是用类单眼的照相机照起来，所以颜色还蛮也蛮好，而且他的表情很大牌哎，我觉得很大，而且他穿的衣服也很大牌的衣服，学他爸爸的，对不对？也要背心，对啊，衬衫。飞鼠裤，因为不是讲说爸爸妈妈喜欢穿什么，就会把小孩打扮成那样。对，对啊。好，很期待看黄登辉的。我也超期待的。你超期待的。看看你有没有艺术气息。各位观众，一、二，进广告。黄登辉备受期待的宝贝照究竟是如何？下段回来告诉你哦。妈妈
想拍搞怪纪念照，小孩受不了，直说 no。当你们拍小孩的时候，他们有说不要吗？我可以比较了老师啊，看中国不要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给他戴假发。我也是学生，我也是做不懂事，他很生气啊。婆吧，对呀，对呀，他是你老婆，不是啊？你看你看，他们只是长得像而已，还好你不是说这是齐妈吧？我就哦，这皇太后嘛，啊，这皇太后嘛，长好像，对啊，太后一模一样哎，这真的很夸张的像，我真的跟你老婆好像哦，而且你老婆也是长得像小孩啊，你们到底在哪个荒山野地啊？这是我们一行人啊，阿斌有去，我们去花莲的七星潭的时候，然后那边就很漂亮，然后我们就是海边帮他拍的。哇，你小孩好大哦！你小孩多大？我小孩两岁半。你老婆小时候照片你有没有看过？哦，我老婆小时候照片跟她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是，好恶心，一模一样。她怎么说好恶心？你小时候不这样吗？我小时候跟我女儿长得也一模一样，哎，真的对不对？对，真的也是很夸张的恶心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人真的不能乱生呢。真的，啊，怎么会这么像？对啊，很像。她没有像你，可是我觉得她慢慢长大之后开始行为举止有像我了。比如说，他会跟我，我跟他笑的时候，他会跟我这样，对，这样是很糟糕，好像没有很好，这样有什么好嘞？好好一个女孩，对，那他跟你丈母娘会像吗？我觉得小朋友真的要小心，不要让一些就是行为举止不是很好长辈带到。你怎么这样子？我是说不要啦，不是说我家啦，我不是说我家，因为你看我丈母娘现在有时候讲话会比较大声，我发现我的皇太后她有时候讲话会很大声，我觉得她真的会学大人的所有的一举一动。对，要小心这个。你讲话也很大声啊。我讲话大声是就是为了效果，其实我私底下是很小声。好，在我们摄影师这个陈景荣，你再想一想啊，这四张怎么来评论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影片。哎呦，哎，影片呢也是这个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爸爸拍影片。哎，我平常讲，当你们拍小孩的时候，他们有说不要吗？哎，没有，不会，我可以比较了老师啊，看状况，看状况，对不对？我女儿会说再一次，拍完还要再一次这样。你女儿将来也是啊，我女儿谐星挂的，好谐星哦。她啊，我女儿拍完之后，她说我看看，真的，然后她觉得不满意，她就是再一个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白开水现在才七个月哦，我现在每次这样拍完照之后，她就会然后你给她看。他就在，就一直笑，他会抢着说，哎，拍完的结果是怎样？对，他很自恋，对对。你儿子会说不要拍了。对，不要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给他戴假发。我也是学生，我也是做不懂事，他很生气。戴女生的假发奇怪啊，我们如何跟他戴假？我觉得这爸妈，你拍一些。小孩的照片，爸妈啰不啰嗦？会，麻烦的是爸妈，对不对？爸妈会像我婉妃一样，就是戴假发啊，或者是戴一些很奇怪的。对，前阵子流行那个《甄嬛传》，他们会戴那个哦，格格的，就是格格的那个。喜欢头上很有趣啊，很难戴啊，很难戴。对，你看几个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而且他一直讲不要不要，然后我就一直给他换什么那个鬼娃的啦，然后还有各式各样什么金，所以你们都把他当芭比在玩，对对，好像是。他已经到最后已经觉得难过了，讲我不要。哇，那你要再生个女的，这个女的不更惨？对。所以我很期待女的赶快出来，出来给打扮。男生不好打扮啊，没什么好打扮。现在是女生，对吗？知道了，对对对。期待哦，女生真的太可爱了，女生真的很可爱。通常男生不是会心里头还是觉得男生很重要？没有，那是以前的旧观念。然后通常一般就是你家如果是豪宅富二代才会有重男轻女，因为我家没什么财产，所以 OK 的。没什么好交接的啦，我这边都负债了，他也不想要交，他会抛弃我的财产，不用不用，男生没关系，对。
在打他吗？对，这张照片哇，好传神哦。然后你还拍得那么开心，因为龇牙咧嘴，因为像不像我？你自己讲，他是有些行为举止做出来就像我，很像你，好像你在节目上打人家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弟弟生出来之后，他真的比较小，我们会比较照顾他。然后说，等一下我先帮弟弟用什么什么，你用久了之后他就会生气，他不爽，对。他只要你没有看到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然后你问他说，你是不是打弟弟？对，他还会承认，他就是不开心。哎，我们朋友的小孩就是也是像你女儿这么大，那他妈妈刚生个弟弟，举家欢腾啊什么，他一直跟他姑姑讲，你们要把弟弟带回去，他的姑姑带走，带走。他就说，因为家里都唯一的男生嘛，就是姑姑啊什么的，这其他人都哎呀，生了一个男生好像，他就说你喜欢你爸，你爸把弟弟带，喜欢送你好，对，他推销自己的弟弟。对，推销自己弟弟，厉害。你的女儿应该也会。不会，这叫厉害了。她虽然会欺负她，可是当你要把她带走的时候，比如说有陌生人去抱弟弟，她说只能看不能摸哦。然后要把她抱走的时候，她就打你，然后哭。我觉得这一点会像你丈母娘。还要觉得说带走就没有人可以欺负我。不是带走就没有薪水。怎么这样子？啊，哎呦，这个好好笑，这是谁弄的？这是我的皇上好了，把它很多照片，然后把它弄在一起。哇，他表情还蛮……你怎么把它弄成怪里怪气的？我觉得我的皇上好小时候跟白开水长得有点像，两个真的长得蛮像的，有一点真的吗？都怪我那时候跟小可有一阵子还蛮……我鞋子要丢过去了。这是谁？做的很端庄哦，我跟你讲。这是我儿子，我儿子，你儿子黄心源，对。哇，眼睛还没有张开嘞！对啊，我是中秋节的时候拍的，像不像柚子？好，我们就来看阿班拍的影片。嗨，你又抓到你的看点了，对不对呀？这个不？嗨，晨晨，白开水。嗨，嗨，就是他刚起床的时候，我觉得小孩看起来像喝醉了，爸爸像疯子，然后气大，对不对？小孩子真的都是这样子，因为他现在七个月大，然后但是他很乖的是，我觉得还不错一点，就是他起床的时候他不会叫。他会自己在床上那边打滚啊，干嘛有的咿呀，对咿呀，然后甚至说，哎，他差不多快醒了，然后就赶快上去偷拍这样子，然后看他到底在床上干嘛，然后就要看到我在拍他之后，然后这样，啊啊，对，小孩像咿呀的，小孩像不像喝醉了？爸妈像疯子。其实每次拍都是那个声音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你们也有吗？有，也是这样吗？好像我，而且我常常拍说要录给我朋友听，说你看他唱歌，他会唱歌，会什么会？结果我朋友说，我怎么都听到你的声音，我都没有听到你女儿在唱歌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跳舞。所以他听了音乐都会这样，他只要对两拍他就开始扭，而且他是全身在扭，哎，他很爱跳舞。那个时候他应该是还不太能站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已经会了，你看他跟狗也很开心。那是狗还是我家的狗？黑色的毛巾吗？他没有脸呢。我家的狗很难拍得出来，因为他太黑了。我的妈哎，胡学亮的狗也是一团黑。这个啊，哎，这个姿势有撩人哦，我就觉得太好笑了。这个姿，哎，它肉太多已经，哎，它的肉已经多到有点，对，就掉下来，两边不太一样哦。它吃很多，哇，哇，好可爱哦。小时候都比较肉，长大就慢慢变瘦，就抽高了。哇，他一定不喜欢这张照片，以后被拍的。你看他手一
节一节的，这会不会太肥了？我以前都不觉得哎，我就说哪有胖哪有，大家都说他很胖，然后真的太胖了。对，然后结果现在就是比对，就好像有一点胖哈，真的很胖。你们家白开水没那么胖吧？没有哎，都没有像你们家那个有那么胖吗？你现在一定不准那么胖吧？哎。这是别人的狗吧？哎，陌生狗，他不认识。他也不胖吗？超爱狗的，哇！就叫他笑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的表情都很奇，就很他的表情很 over， 他很 over。我只跟他讲，你笑一下，他就这样。是这个 Rocker 的个性，对，而且他的下午茶座会不会太漂亮一点？黄灯会教女儿玩游戏，超自豪，众人不敢领教。我现在教她，就是只要讲到黄灯辉，她就会接下联，很好 Q， 很好 Q。你要跟她说黄灯辉，她就会说见福啊谁菜龟，她就会接。然后你跟她讲皇太后，然后她就会这样，喂，都是我教的。他的下午茶座会不会太漂亮一点？啊，他很 share， 真的吗？真的哦，好，这个妈妈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好好笑，很邪心哈。是他很邪心，还是你很邪心啊？我给他试衣服啊，我想说先试看看可不可以。这一看就知道硬穿的，因为他在哭嘛。他在笑。他在笑，这是笑。对，他在笑。他在哭啊。因为他手上又刚好拿着一只大象。是在哭吧？没有，我一直跟他讲说你。对，我只是就又是跟他讲说你笑一下而已。哎，你大概买衣服回去都是给他穿的好玩，对不对？一下衣服就大，你要再生一个，不然家里堆太多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接收。对，真的，而且我衣服好可爱哦，对，一下就长大了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所以你考虑你要不要生，不生就要把衣服给别人。对，我就是舍不得给，对，一直在拉扯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如果有生的话，就不会那么浪费，可以交接。那如果生第二个是男的，他穿着 Hello Kitty 这样，所以有什么关系？那也是另外一种风格。反正他也给他的儿子戴假发，对不对？差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来看，这是谁的影片？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踩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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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，一二三，呀，哎呀，好厉害，呀，好 ，OK， 休息。这一看就是这么小就被强迫去看体能。天哪，刘哥，你会去逼周杰伦，你不要来逼你儿子。他不是被强迫的哦，他是因为每天看他爸爸在家这样练，然后就有一天早上他就自己不巧从他的行李箱里面把那个拖出来，就之后就开始自己这样拉，就有样学样。对，然后后来他跟我都已经把那个东西又藏起来了，但他都还可以把它翻出来，然后这样子一直做，跟红是哪天拉了弹到他就不拉，跟红是不敢让他拉，因为他年纪太小了，不能对，不能拉，就结果长不高。但是就觉得他很好笑啊，因为他真的是会有样学样，而且他不止拿这个弹力绳，他还拿举哑铃，太危险了。然后做仰卧起坐、浮力挺身，因为他每天看跟红在家这样做，他就学。再过这最过一阵子，他出去跑3000。他现在已经可以跑400，跑一圈这样跑400这样。哇塞，那打算什么时候去游那个三铁啊？而且每天每个礼拜六的早上都跟红去打篮球。天哪！真的吗？真的，他现在才1岁半哦。将来生了一个女儿，不要弄成太黑哈。每天是我女儿吗？不是，我就说每天早上去晒太阳，这个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段就是。马克。马克。马克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I love you。I love you。你快回来。嗯啊。妈。第一个。叫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，超可爱，很好 Q， 很好 Q。马克是谁啊？马克就是赵又廷的英文名字。然后他生日，他说他要看干女儿的一段祝福，就帮他录一段。所以我在想，你叫你女儿到底在跟谁说爱？对呀。而且你只要跟他，我现在教他，就是只要讲到黄灯辉，他就会接下联，他就会什么？
你要跟他说黄登辉，他就会说见古啊生菜龟，他就会接。然后你跟他讲皇太后，然后他就会这样。喂，对，那都是我教的，厉害吧？可是他刚刚那个亲嘴的样子跟你老婆好像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觉得小朋友亲嘴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嘴巴嘟嘟的这样。对，你看他，这个很丑啊！你怎么讲自己女儿？他笑成这样。对，他这个有邪心的表情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都跟你学的啊，你这干嘛？这个干嘛？这个是他在吸感冒，在吸鼻涕，鼻涕。然后我就，这也要拍？对，要啊。已经很可怜。他打针啊，感冒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他做记录。哎呀，哭成这样，为什么？这个我忘记他发生什么事，反正他只要一哭，我就赶快拍，因为我好喜欢拍他哭，他不常哭。啊，要捕捉那个珍贵的画面。对，小孩不哭不是很好吗？我儿子也是不常哭。哎，你们怎么这样子？所以每次他哭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赶快拍啊。你看这个，蛮爱拍，这也是。哎，一个小时候很丑有没有？还好长大变可爱。你怎么这样子？小时候很好玩哎呀。哎，我觉得你这女儿将来一定很会。哎呦，这个脸，头发干嘛梳成这样？因为要学你啊，学我，学你儿子。哇，他你也可以把他睡成这样。他睫毛超长。哎，睫毛好长哦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不要想要走啊！没有，想说他妈妈没有，然后女儿至少要享受一下那过程。你们这真太坏了！不吧，哇，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呢？两颗那个他玩的塑胶球，丢丢那个球球，对。哎，他将来长大一定很可爱，你知道？其实我在也会很乐观。对，我觉得个性会很可爱。对，白开水会不会很紧张？因为你们很紧张。不会，他很喜欢拍照，而且他每次听到那个快门声音啊，咔嚓一声，他就会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，然后对着镜头这样一直笑。将来这些都对着镜头很开心的，这怎么办啊？有点担心呢。我跟小可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像现在有一些通告可能要带他上啊，制作单位来敲。这是谁？白开水。就他说在美国机场出机场的时候，我背着他嘛，然后我就从这边这样拍他，从这边这样拍他，就手机拍就觉得。这张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张。自拍吗？自拍，这张自拍，厉害厉害。那也是我们去。这张自拍的不错啊，很棒。对，这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。阿边超会拍的，他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，他几乎都帮我们拍照。然后我很喜欢捕捉那一种，就是不经意的那种感觉，一刹那的瞬间那一种，不要刻意的感觉。哇，这是故意帮。这是谁？也是白开水。这个道具哪里买？这是奶嘴啊。这是奶嘴吗？奶嘴。你看现在嘴巴牙齿开始在长了，然后会痒，他喜欢咬东西。哎，这个好好玩，太可爱了。我们去看那个达利的时候，然后他有发那个胡子嘛，然后就我们两个就哎，胡子两个人贴一下，越来越有那个小男生。他很喜欢看镜头，随便拍他都会看镜头。嗯，对啊。有点疼。你好会自拍哦，很厉害。哇，这谁？也是白开水。你怎么没有头发嘞？对啊，人家说剃胎毛。好成熟哦。你连眉毛都剃吗？对，眉毛也剃，然后睫毛也剃掉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睫毛为什么要剃掉？因为睫毛剃掉，听说会长得比较长。长比较长。不相信，如果长不出来怎么办？有。不会啊，长不出来。会长出来，我也是有给我儿子剪睫毛，都有。真的、啊、有这个传说啦，有真的真的，这应该不好吧？小孩子这个，但是他那个睡觉的样子怎么这么成熟？这样对，那张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可能哎，好像在思考，刚在思考我的头发到哪里去了？对，而且为什么我没有眉毛呢？你看，对这个样子其实，哎呀，哎，就是可以想到他大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哦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我为了这个就大了嘛，有头发就是看起来。对，这是前一阵子拍的，也是我们去那个出去玩的时候拍的。所以你们常常一起出去玩吗？我们蛮常聚的，但出去那次玩是第一次，我们好多家人一起出去，然后都有小孩这样子，很好玩。对，那谁的小孩最乖？最乖哦，其实是我儿子哎。真的厉害吧？吓到了。吓到了哈！因为他长期被压迫，长期被压迫，被姐姐，对他从小到大，妈妈就用那种放在床上哭不要抱的那种政策。后来他觉得哭没有用，后来他现在不哭了。
他你只要放着，他就说我知道我该被放着了，就是这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很认命。是这样子吗？很认命，因为你家一哭就去找他的话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可以塞奶，对，他会知道。所以你拍照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体验，有的小孩就很乖，对，有的小孩就是，对对对对。命，因为你家一哭就去找他的话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可以塞奶，对，他会知道。所以你拍照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体验，有的小孩就很乖，对，有的小孩就是，对对对对对。小姐，你看我那个，我有带他去拍沙龙照，然后之后有一张还要拍沙龙照，就做纪念。然后他有一张哭了，我就觉得刚好他是拍到不耐烦，然后哭了。可是我就觉得很可爱，摄影师也刚好把他拍下来。哦，你看，我觉得宝宝很可爱呀，哭的要哭。我觉得你们很奇怪，小孩哭你们那么高兴，很可爱呀。已经拍到烦，你看头发又扎起来，这边又戴一个。因为这一套是他最喜欢的衣服，我放在最后一张。但我觉得你女儿真的太胖了，这个时候。她现在没有那么胖。现在没有那么胖。现在没了吧？对对对，非常可爱。现在好一点。而且妈妈这么瘦。爸爸也很瘦，爸爸超瘦，对，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把小孩，只有小孩在吃饭，是不是？父母都不吃饭，他好爱吃。现在我们请这个摄影师来评价一下，最佳姿势奖是谁？哇哦，最佳姿势，我给阿 Ben。哎呦！我就是在这里产生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哎，对对，好，来，第二个是谁啊？最佳表情，最佳表情，表情奖给婉菲的。好，这个最佳表情就是说招财猫，不是。告诉你啊，我是可以跑400的，对啊，我是在唱的感觉，仰卧起坐100下来吧。我在举哑铃的啊，举哑铃的，对，好，接下来最佳勇气，勇气奖，勇气，那就是王登辉了，对。不要讲，大家都知道。你的意思是我女儿长这样要很有勇气吗？是，是看这张照片的人要很有勇气。爸爸去洗头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班长。对，他其实是拿着块石头。对，吃石头。真的，但不能叫小朋友吃石头，但是叫爸爸你吃，对不对？好，最有巨星。巨星奖。哎。好，那刚好里面有电风扇，对啊，所以刚好。哇，你们还有电风扇？没有，因为他那个就这么刚好有电风扇，就这么刚好阳光那么好，就这么刚好后面颜色那么鲜艳，好刚好你就在现场拍照，就这么刚好。你看，还要让千个人啊！我觉得爸妈真的是上幼稚园，爸妈会啰嗦，都是因为这样的。为什么他？不公平，哪那么刚好？很生气哦。这头发目前真的像巨星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一瞬间会很难捕捉到，很难捕捉。这张真的是很，我真的都是用，而且看起来不胖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真的是，这样完全又不胖了。然后眼神有发亮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对，发亮，有像在拍广告的感觉。就刚好那个灯在上面。